我找吧，你看。
好好好加钱嘛，不要想着又想着钱。
这什么抖音啊？小红书，小红书啊，就看那个。小红书是不是比抖音还要更内容更加丰富？它一样，他们说小红书会，我两个都在看，就是抖音的那种感觉，它的广就是广告啊，就是什么带货呀，就更多一些。小红书呢，就纯粹就分享的比较多一些。还没有，没有这俩还没用过呢。啊，怎么有啊 ？TikTok 装过两次，装过一次，但我看我都不要。小红书从来没有装过。哎，你那个，你那个，他爸，他是哪？如果他是餐饮师，那到底应该是没问题。他。120的。